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呢个滑板节目。今日咧有我个好朋友 Conry Chan 喺度。好多人啱啱可能开始知咧 ，Conry 都有另外一个 project 嘅，叫做呢个 XFit。几年前每个运动都揾咗一个比较系叫做教父级，我哋揾咗滑板、BMX、wakeboard 啊、滑浪啊，咁我哋揾曬依啲大佬一齊合作去做多啲嘢咯。X Games 係之前就比較另類啲，你都知道你以前踩板都係唔係咁多人玩咯。咁我哋大家好熱心去想推廣依啲運動多啲咯，做 contest 啊、video 啊，總之係推廣個 sport， 搞到係多啲 noise 咯。你哋嚟緊有咩大計劃咧？今年會推廣多啲喺傳媒多啲，例如我哋會做多啲好似你而家做緊嗰啲咁個 instructional video 啊，教人點滑板啊 ，rollerblade， 教人點踩 B 仔咯。咁啊，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關於 XFit 同埋多啲關於其他類型嘅 X Game 咧，XFit 有個網站 XFit.com 啊 ，XFit.com， 咁你可以 keep up 同埋知嚟緊有咩新活動嘅。係咯，今次去到咁多啦，下次再見啦，拜拜。我哋今日喺美孚滑板场教你点样 manual， 有我个好朋友 Brian， yeah， what up Brian， 系呢壳， yeah， 我哋嚟啦，我系 JBS 教你 manual， 其实 manual 系咩咧？manual 意思系两个碌行咯。Ryan 都讲过呢个 nose 呢个 tail， 如果 nose 咁样行咧就 nose manual 啦，如果 tail 咁样行咧就咁叫 manual。初初咧就要学平衡，就摆你个后面的脚就不要太后，又不要太前，刚刚好这个位置凸一点点，你就前脚螺丝的下面一点点， manual 就是这样 manual， 你的膊头就顺住这个膊头就顺住这个脚这样，还有用两个手来平衡的。首先呢就要两个碌平衡， OK， 你一路 manual 一路学一路学，学到这么上下的长度这么多度就学 ollie to manual。学平地先，学完平地搞掂咗之后咧，就上一级，冇温咁高嘅喎，矮少少，试下 ollie to manual 上去，去到最尾就咁 table off land。嗱，今日教咗你一个新 trick 啦，你翻屋企练多啲啦，下次再见啦，拜拜。我差不多了。